我们新加坡的人吃了这么贵的榴莲。 他新加坡有 MCO 吗？不是 MCO， 新加坡是 CB。 CB 啊，这样出炉，哇，这样多英文字，偏偏用这两个字。Circuit Breaker。 疫情期间生意真的很难做啊！朋友们，如果你们可以帮我们买一点榴莲，我们榴莲可以卖便宜一点，没有关系。浪子回头金不换，但这件事不能够让王清水说了算。哇，哎，还跟我玩押韵啊！这次他回来是因为猫山王，而不是刘美莲。这个 baby 下流，你就走开！我的 headphone啊！稍一下，什么态度啊你？ 妈的！谁怎样？妈的！不管我们说对还是说错，你永远没有一句好话的。戴口罩。你不怕没？怕什么？有二姐在，有什么事我顶。反转身！反转身！ 我当然知道啊，你知道吗？，你知道榴莲的英文名字叫榴莲咩？我跟你讲啊，这个世界上最厉害的东西呀，英文名啊都是 start with L 的。我问你，最贵的海鲜叫什么？龙虾。最贵的手表什么？劳力。最贵的车是什么？劳力也是 L。